都问我们草原上的冬天怎么洗衣服。现在在草原上呢，这个我们的电呢都是用风力发电和太阳能来储存的，然后这个电的功率呢供不上这个洗衣机，所以只能是手洗。洗衣服咱们都一样，但是晾衣服可能跟你们不太一样。哦，洗衣服跟你们没啥差别，但是我们晾衣服跟你们可能会有点差距。你们猜我们冬季洗完衣服多久能晾干？你们真该不会以为我们草原上冬季储肉是把肉埋在雪里吧？那样会被草原上的小动物叼走哟。这才是我们草原上真正的冰箱，因为我们要把冬季要用吃的肉呢，都会放到这个用木头做成的这个箱子里。然后今天有朋友要来，然后想给他煮点牛排，这个是我们上次的这个，今天煮这个。今天来几个朋友过来玩，然后给他们煮点肉。今天煮点这个牛排，这个是南屯牛排。然后我们不管是煮牛肉还是羊肉，都是冷水下锅。这是刚从我们那个天然的冰箱里面取出来的肉。我们煮肉呢，不加任何的调料，只加一把盐就可以了。肉煮好了，肉香味的土豆和胡萝卜，肉好了，可以吃了。